政府宣公講咗就係話係出招，讓叫學校咧係可以免費有嗰啲嘅 model answer， 但係仍然佢哋都唔去理睬，仲要係收回原有嘅書單咧，這個實在係豈有此理嘅。即係我哋覺得咧，政府係唔可以咧，就係話用一個自由市場，就係唔再採取行動。我覺得政府係必須向書商作出警告。